当年我把幸运给了你，结果接下来五年都蛮不幸，所以我想要跟你重新一起烤幸运饼干，看幸运之神可不可以也眷顾我一下。这个是小苹果再加上做出的幸运饼干，我偷偷拿出来给你的。你现在就立刻把幸运饼干打开。希望黑虎阿伯平安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绑一下，今天变化比较多，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我先去。去忙吧。Migo， 不用再看了，你继续看下去，叶芳玲不会提早下班。今天复健科的诊很满。那钟医师，蜜宝他今天，他现在准备要帮一个有过音障碍的小朋友做语言课程，不会这么早出来，你不如回家等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找我什么事？我想跟你谈个合作。什么合作？我知道你喜欢叶医师。刘春风，等一下。难道钟医师要告诉春风我找他谈合作的事？钟医师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毕竟是他们感情的事，我还是不要贸然介入比较好。没事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会帮你转告叶芳玲，只要下班后打通电话给你。那就麻烦你了，谢谢。看来我不能再被动下去了。飞哥，你之前都吃泡面，今天这顿算是大手笔。徐阿志远，你刚才在揶揄我平常很小气吗？不是，飞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不就一起吃个饭，为什么要找这么多人来观战呢？有同学来不好吗？大家都很清楚彼此的底细嘛，顺便呢也可以帮我判断一下你们两个人到底有没有说谎。不是老头，我是你女儿，哎，我有没有说谎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我倒是不担心啦，你智商这么的。但这个小子就不好说了，徐阿志远啊，他也是以奸诈出了名的。嗯，关门，动手，抓到！
不是啊，哪有老师像你这样说自己学生奸诈的？你不是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吗？谁跟你终身为父？你讲话注意点好不好？在座所有的人我都可以为父，唯独你就是不行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没有允许你来跟我们。注意形象。好啦，大家干嘛站着啊？坐下来吃饭啦，不用那么拘谨了，坐下坐下。今天是老徐呢，想要请大家吃饭，那我们顺便呢有一点小事情想要跟丫丫说一下而已，所以你们不要那么拘谨，赶快开动啊！吃啊吃啊，大家先吃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觉得状况有点不对劲。别担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你一起想办法。好，现在呢，就是先把这个加进去，这是糖，加一点盐吧。那你怎么不用汤匙？这样感觉比较厉害，好不好？这样比较有 feel 啊。按这个不加、哦？还没。那我加了、哦。嗯。我赢了，你赢了，待会输了要惩罚。好，那等你搅差不多 ，OK， 来来，好，我这个 好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搅拌搅起来，把它变成面糊。小苹果，你的脸沾到面粉了啦。我脸沾到面粉，啊，我来帮你擦一下。第一眼我看着你，笑容里有点杀气，本来也只是不经意。好了，恢复成可爱又漂亮的小苹果了。你在乱想什么？我什么？小苹果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啊，那个我们待会就要烤饼干了，你可以先去写那个待会要许愿用的纸条，我先弄一下。觉得你还是多吃一点比较好。对啊，你要趁还能吃的时候赶快吃，等一下才不会胃痛。志远啊，
为了庆祝我考上刑警，我跟你喝一杯吧。你考上刑警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？现在庆祝不会太迟啊。没关系，那庆祝你进入 VIP， 超过一个月。啊，这有什么好庆祝的？至少要等我待上一年吧。不是啊，你们至少也找个像样一点的理由嘛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要你喝你就快点喝，你喝醉了大家也都没事，懂吗？死你一个总比大家一起遭殃好吧。还有你最好不要喝到半醉半醒，你要喝就直接喝到整个人醉倒，这样就什么话都套不出来了，懂吗？有道理，我敬你。等一下，我个人认为呢，你还是喝得半醉半清醒比较好。